就是两个电解电容并联起来啊，这个体积有点吓人了，450伏，1万微法，这个是600伏，22000微法，对比一下这个体积，是不是非常非常的吓人啊？今天呢，我还准备到了石墨棒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打算就是将这两个电容呢充满电，然后呢用这个石墨棒将它们给短接，看会发生什么。那么行啊，简单粗暴，马上开始实验。现在呢，我要通过这个装置给这两个电容充电啊。这个是输出正弦波，交流电250伏了。等一下充满电大概在350伏左右啊，或者是高一点。354伏啊，